我现在已经在办公室，自觉戴上口罩，免得把他们给传染了，他们又说是被我染上的。把这个药放一下，太烫了，先把工作给做了。把这个资料报给我们的甲方。我现在就是生病的状态比昨天好太多了，昨天就整个人这半边脸都是酸胀酸痛的，太难受了，千万不要生病，什么都没有，什么都没有，不生病从良。这句话你刚好像有点奇怪。我真的是上个月7月22号的时候，然后感冒过一次，跟你说过了。这个月20几号又感冒了。我觉得我身体就是免疫力太低了，平时的时候应该要运动一下，因为我很少运动，经常在就是房间里面吹空调，出门的时候也是直接到商场也有空调，几乎不需要走路那种。夏天的药还没好，现在打算去输一下液，没办法，太难受了。我刚才以为只有一瓶，然后我一看变成三瓶了。我这里是不是完了？没有，我没看到。我以为你没听到。我自己看着你是一点点，我才给你试，才给你那个，要不我就不会坐在那里。我要去上厕所，我都还在那里等着你。我